啊，每到假日的时候就是该买鞋咯。感谢大家收看老师的鞋品影片。那今天要为你们介绍的这双鞋子呢，其实老师要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因为呢这双鞋老师真的是非常喜欢的。讲到嘻哈人士过去的首选鞋是哪一双呢？没错，也就是 Air Force One 哦，不管是高筒或低筒都非常非常的 classic。那今天老师呢，之所以呢会跟你们介绍这一双鞋子，是因为呢，哦搭配这一次哦，好像 Nike 在夏日办的一个活动呢，他们到好像台北、台中还有高雄哦，有一个这类似这种游览车 tour bus 有没有？会到这三个城市，那这三个城市呢，它会搭配着这个 Air Force One 的销售，送你一个非常酷的这一种鞋扣环哦，是什么呢？你看，尤其是像我们台中有没有？他就给你两个这种 Air Force One 有没有？82年，也就是 Air Force One 出生的这个年份哦，诞生的这个年份哦。那当然，如果你在这三个城市呢有拿到哦，有他们这个游览车有到的时候，你买一双这个 Air Force One 呢，就可以，他会送你一个这一个有没有鞋带扣，非常酷。那身为台中的嘻哈人士，只要看到这种有没有 Representing Your City， 我一定会去拿一下。所以你看台中。有没有看到非常酷哦？那今天呢，搭配这个小小的配饰呢，老师呢要借此跟你们哦，小小的哦，这个介绍一下 Air Force One。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子的鞋盒。鞋盒呢，原则上 Air Force One 老师呢一样 Wear True to Size 10号半，那上面就写着 Air Force One， 然后他写07，也就是说这双鞋是仿照这个哦，2007年的这一种 Air Force One 去做设计。如果你们有在注意的话呢，哦，这个 Air Force One 其实在每一个年哦，每年都有出不一样的款式。那其实它会有在细节上一些小小的变动。不过原则上呢，这一双现在老师要介绍的鞋子就是仿照这个2007年他们所做的这种哦 Air Force One 的设计。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鞋盒打开看一下鞋子。打开一样呢，台湾所有的鞋子都会附给一个这种产品使用卡。So I mean, when you see this, you can clearly know the shoe is from Taiwan and it's authentic, all right? 然后呢，现在我们就来打开看一下。Woo! I mean, man, nothing goes wrong with a white shoe like this, right? This is so sick. 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好啦，当我们讲到 Air Force One 的时候呢，老师要做几个要考考你们，因为老师过去有介绍过 Air Force One 这双鞋子的由来跟设计师是谁，所以现在要问你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初呢，当年呢，设计 Air Force One 的这一个哦设计师是谁？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请在老师这个影片下面留言一下哦。那如果你忘记没关系哈，先让老师打屁股一下，再回去看一下老师之前做的介绍哈。第二个问题，相信老师在这个片头已经有跟你们透露出来哦。Air Force One 呢，它的这个哦诞生的年份是19几年，请你们回答一下，在一样在老师的这一个哦下留言栏下面做留言一下。不然当然，当我们讲到这个 Air Force One 有没有？全白一定是最 classic 的哦。以前老师这个走有嘻哈圈的时候，一定都要有一双这个高筒跟低筒的 Air Force One， 这个是我们以前嘻哈人的指标，有没有？请这出去人甲你看就是无同哦，非常非常的酷哈、哦。那 Air Force One 呢，其实它的特点就是说这个哈、哦、非常 thick， 也就是非常厚的这种中底。那其实你们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Air Force One 它里面其实有一个气垫哦，它的气垫是整个贯通的，非常非常酷哦。那这也真的是要把鞋子拆开来看才会知道有这一个细节哦。那原则上呢，这整双鞋子哦，就是这种采用 Air Force One 的这个2007年的设计。那所有的 Air Force One 呢，你看它这个鞋带有没有鞋头上面有一个，一定都会附你一个在 AJ 哦，不是 AJ 啊，讲到 Air Jordan 哦，又不小心帮他打了广告，对不对？所以它是 Air Force AF One 有没有？所以呢，所有的 Air Force One 上面都有一个哦银色的扣牌，非常非常酷哦。那让我们看到这个鞋底的部分，哎，鞋底是不是感觉非常非常的面熟？没错、哦，老师之前有给你们介绍过哦，其实 Jordan One 这双鞋子呢，它的鞋底跟大致上的设计都真的是取决于这个 Air Force One 哦，所以其实这个 Jordan One 呢，说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独特的设计哦，一直到这个 Tinker Hatfield 进来了这个 Air Jordan 以后呢，它才开始变得
不太一样，比较有 Jordan 自己的这种风格，非常非常酷哦。那再次跟大家说，这一次之所以呢会买这双鞋子，是因为呢这一次哦搭配 Nike 呢，在这个暑假哦暑期期间呢办了这个活动，这个游览车呢跑到台北、台中还有高雄呢，只要你买一双这个 Air Force One， 对不对？第一桶全白 ，This is like the shoe for summer， 夏天一定要有一双这个鞋子，因为真的是非常的酷。可是呢，绝对不要穿这个去夜店哦，因为很容易被踩，因为踩到你就很想揍人，对不对？哦，那再次跟你们说呢，如果这个暑假呢，哦，当这个他们 Nike 的游览车到你的城市，如果你买了一双 Air Force One 的时候，他就会送你一个这一种非常酷，有没有？你们这个哦台哦这个城市独有的这种 Air Force One 的鞋扣。那这个鞋扣你也不一定要把它放在哦，就是你的 Air Force One， 你其实也可以把它扣在别的鞋子上面，对不对？只是说这个哦 AF One 哦比较讲不过去，不过原则上，然后这个台中的品牌就是非常非常酷哦。好啦 ，Tell me what you think about this Air Force One Low， 因为老师个人是非常喜欢哦，而且再加上老师最近有一些作品要出来，一定要弄一双这个来穿，对不对？非常非常的 fresh。OK， 再次感谢你们准时收看老师的鞋品影片，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帮老师做补充。那原则上今天这双鞋子我就讲到这 ，Till next time， 就是看你老师，再见，拜拜。